嗨，我们英语剧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记得汤立炫目前为止呢，在台南生活美学馆，现在呢，即日起到2018年2月11号，在台南生活美学馆的朝朝暮暮王中林师生联展，在我旁边这位就是我们王中林大师。哇，中林你好。汤炫老师你好。已经隔了1年4个月了，你看。是。对，上一次来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小一点。对，这一次不一样。好巨大。对对对，那是因为汤炫老师要来。没有。谢谢你。弄得大一点的背景。我今天沾你的福气哦。那我请问一下这个王中林老师啊，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呢，除了你之外，好像还有好多学生哦，一起联合展览，有哪些学生呢？对，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算是主展的话，我们大概讲一下哈，我们今天的参展的谢文仁，还有方宝杰，邱鹏台，然后等一下，还有方宝杰、邱鹏台，然后还有。一共四个，对，等等，等一下，等等，谁？我中勇啊，这边中勇，这里啊，这里打的就可以了。我再念一次好了，为了加深大家印象。好，方宝杰，吴中勇，邱鹏坦，还有谢文仁哈，然后还有我们的远东科大动物生系黄碧芬，还有我们的商社三校的同学。哇，大家告诉大家哈，因为这次我们参展的人数比较多了哈，我们感谢汤炫老师哈，那让我有多一次哈，我们再把这个学生的名字哈，然后再来一下其实它是经过设计的哪里去借？那我们知道这一次呢参展呢，这一件作品是很特别，也可以说是今天记者会哈媒体的焦点。那么请我们王中老师，我们介绍这个作品的特别性在哪？我们这个作品呢，它是用桃花心木做的，然后我们一般的人看到了，他可能会觉得说，只是一个花瓶，它里面挖一个洞而已，觉得，这有什么好特殊的？这其实啊，这个是一个高难度的作品哦，高难度，它的高难度，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作品，因为它在测试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成品哦，是成品，可是如果你在现场看我在制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在制作的时候，他是我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的。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他的转速有好几千转几千转。他转的时候，我们在下刀的时候，其实他都是虚的。他的东西我们在制作的时候，他的东西都是虚的，完全看不到。因为一般以前讲的叫做无影脚，有没有？叶问的，看到叶问。那等于是这样子，我们是虚的地方，然后把刀子穿进去的。所以如果没有学过的人，他其实也很有可能会受伤，而且是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说希望说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自己尝试，如果你们想要的话，请你们到王中林木工馆，请你们来这边来学习这样的技术，这样子你们花了一笔小钱，然后其实除了你可以得到很好的技术以外，而且还保护了你的安全你们生命的安全是无价的而且你们到这边只要花20天的时间你们就可以学到很好的技术我们说20天不是毕业我看见老师刚才比了一下是20天，20天都学成了，这个比个耶，好厉害请你们听清楚这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汤炫老师还有别的想要问的问题吗？这件作品取作什么名字？有取作名字了吗？这个别有洞天哈，别有洞天。对，这个其实我是把它当作很像是我们这次展览里面的，就像是故宫里面的翠绿白菜。答对了，我刚才好聪明，所以一定要来看这一件别有洞天。对，汤炫老师真的太聪明。一点就通了。哪里？谢谢，谢谢王中林老师。所以再次呼吁呢，我们所有英语学房的观众朋友，即日起到2018年2月11号，大家告诉大家台南生活美术馆，你们一定要来他们的开放的时间呢，这边有早上9点到下午6点，而且不必买票嘛，对不对？这边不必买票，欢迎各位前来参观。是啊。
自由参观，自由参观，谢谢大家告诉大家，谢谢，对，那我们英语学人报下次见喽，拜拜。拜拜。